如果欧小编不同意站出来承担炒作天真事件的严重后果，你们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就像之前那个同事那样杀掉就行，再伪装成畏罪潜逃，算你狠。因为后来我们发现真相帝三观越来越不正，他要我帮他背锅，我就不愿意干了。然后我想去找他，发现了这个，他把我的同事杀了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我。空了，空了，没有钥匙啊！哇塞，厉害了，光线暗也能拍得清，拍一下。哇，太棒了！一张照片，哇，看到这个照片，好厉害！这种植入我给100分。欧同事已经解决了，你发现了？就因为我已经确认，下一个要轮到你了，就要轮到我了。因为我并不知道绿巨头今天约了你们这么多人来。往往自保的人是凶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。因为下一个他就要涉及到自己的命，跟报仇不一样，跟报仇不一样，报仇可早可晚，但是涉及到自己性命攸关的事，宜早不宜晚。对，先下手为强。